赵志斌，喂，快点给我开呀！有大米没得？今天？今天初二的时候拉稀。最近没喂他啥子其他东西啊？没喂，就平常给我吃啥子水果啊？登登是我们的超级超级 VIP。其实登登以前生过病，就我们把他另外一个已经坏死掉的肾给摘了。这次来看病的话，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有一点呕吐，而且吃什么吐什么，我很担心他会不会肾脏出问题了。他就像我的孩子，像我的家人，像我的朋友。如果是假如有10000块钱，可能我们身上给他们身上就是8000块钱。能吃吃一天活一天，我养他一天。2015年吧，然后来了很多的流浪猫，你有时候看到他在你面前，你真的不忍心的。那猫粮，罐头加猫粮。能带回家的我就带回家，不能带回家的没能力了就在外面喂他们吗？如果每天我哪天不见他们，我就心里面不舒服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每天跟他们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